还有抹茶呢。你们再稍等一会儿啊，我先挤一下，要不然在后面消泡了。茉莉青提。柳州银行收款18元。谢谢。你吃是吗？打包，打包是把奶油分开装。下面。我也看一下啊、你好，要个什么口味？你好。吃到了，吃。不难吃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勺子在前面啊。你好，要个什么口味可以看一下哦。要什么口味？OK， 直接吃吧。对。好。柳州银行收款18元。好，谢谢。可以拿的。
啊。来，勺子在这里啊、哦。对，这个是吧？OK。打包它就没那么好看，可以吗？啊，建议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端着吃。好，端着吃会好一些哦。好，把这个差不多。啊！还有20多秒啊、哦，就直接端着吃啊、哦。啊，那就把奶油给分开装了哦。啊。我还是想这个小鱼干。真的。对，它在后面。在里面打蛋糕，打奶油。对，因为我会挤。还有20秒出锅，出锅。翻翻奶油，好鲜。这个他们打包的时候也不放。那待会是不是还要再做？还要再挤是吧？对。哦，还很软的样子，短短的。你好，这是舒芙蕾蛋糕，现烤的。一种很软的蛋糕，你好，有16和18的口味哦，可以选择一下。懂懂的，嗯，好吃啊，他这家舒芙蕾很好吃的，谢谢。卤啊，来，看一下卤味的。柳州银行收款16元。你好，你们要端的还是打包的？没问题。啊，打包就分开装啊。打包了哦，打包就把奶油给分开装哦。直接吃还是打包啊？好，打包是把奶油给分开装的哦。啊，啊，谢谢。